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是 Stan. 6月10号, 방탄소년단将以新专辑 Proof 回归。但是今天这张专辑的两首歌却遭到韩国 KBS 电台的禁播判定了。 今天 KBS 电台在官网公布，防弹所有男新专辑的收录曲《弹裂了防弹与喷心》，因为歌词里包含着粗俗辱骂字眼，所以审查不合格，判为不适合播放。虽然主打歌也通过了审核，但是因为以后在 KBS 电台的所有节目中都无法看到这两首歌的舞台，所以对粉丝们来说是非常伤心的消息。但是韩国的阿米们现在却非常高兴，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。久违的不适合少年团，超喜欢 KKK， 不适合 少年团反而更好，KK，像是回到了出道初期一样的感觉。我喜欢的防弹歌曲。 大部分都是审核不合格歌曲，非常喜欢强势的捧弹歌曲，更让人期待了。粉丝团听到这消息后，都举双手欢迎，也太好笑了。谢谢 KBS， 更让我期待歌词了。6月10号，6月10号，6月10号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少赚10亿的 BLACKPINK Lisa， 曾经在节目中说过要给100亿才能掀开刘海的 Lisa， 前几天在出席 Bulgari 活动的时候，公开了无刘海发型。 不是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发型也好相配，没有刘海真的很像芭比娃娃。哇，笑得也太可爱了！看她有留下几根头发，应该是收了90亿。 Lisa 好漂亮，有刘海 Lisa， 无刘海 Lisa， 大家的选择是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拿着 Encore 舞台玩的 소녀시대。在上次 소녀시대回归影片，有网友留言问：拿着 Encore 舞台玩的 소녀시대是什么意思？这么看确实是太韩式的中文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在 Encore 舞台一点都不紧张，如鱼得水、如虎添翼般的表演的意思。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，吃掉 Encore 舞台的 소녀시대。 对呀 ，Encore 舞台就是为了看平常看不到的成员们之间高兴快乐的唱歌的样子啊！他们对清唱都很有自信，所以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，也不会有慌张的样子。这就是 看着西的。现在女团想要赢过男团真的不简单。说起当时赢过所有男团，就是个top，不是女团之首，而是全爱豆之首，真的震撼了。